486观光英语教室。小姐，你想不想要吃吃看我们这边的 mussel 蛋菜？ mussel 蛋菜 mussel。 我要吃海鲜，你干嘛推荐我菜啊？哦，蛋菜不是菜啦，蛋菜是一种壳类，英文是 mussel。最有名的 mussel 在比利时，不过我们英国的 mussel 也很新鲜好吃哦。原来 mussel 就是蛋菜啊，朋友推荐我一定要吃 mussel， 那我要点一份 mussel 哦。好， mussel 蛋菜 mussel。 那我还想要点龙虾 lobster。 lobster 龙虾 lobster。你们的 lobster 多大只呢？哦，我们这边的 lobster 这么大一只哦。那我想要点龙虾汤，有 lobster soup 吗？有啊，那我就帮你点一份大只的 lobster 跟一碗 lobster 的龙虾汤。 lobster 龙虾 lobster。 哎，那你要不要再点一份 cod 鳕鱼？ cod 鳕鱼 cod。cod 也是这里有名的餐点吗？我们这边的 cod 也是超鲜甜超好吃的。可是我已经吃不下这个 cod 了，一份 cod 有多大啊？我们这边的 cod 一份这么大。一份 cod 这么大，那我下次再来点这个 cod 好了。 cod 鳕鱼 cod。 印尼你觉得这边要怎么用比较好？这边英文字前面都光光英语的小粉丝有东西要送给你。啊？什么？怎么那么好？我得到一个礼物耶。谢谢粉丝的支持，对我们观光英语教室不离不弃，每天早上都有记得收看，还有给我们按赞跟鼓励。每天一分钟学英语，486观光英语教室。